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收看礼拜六的婚姻新闻。这礼拜要带大家来看专题节目，是甲传统文化语言相关的报道。婚姻馆的轮播、议论甲赛列是国内将客家族群主要分布地点。虽然各界真努力向客委会争取经费进行保留，但是受到平潭的影响，因的语言有渐渐消失的危机。而且白族家长嘛无意愿互囡仔来学，这几年消失的速度是愈来愈紧了。要安怎进行保留甲传承呢？出来就是阮的专题报道。两枝甘蔗片片葱。这听起来有特殊语调的歌曲，拄听是亲像是用客语来讲闽南话的感觉。这就是目前分布伫咧仑背、里仑甲西里交安客家族群因所讲的语言。台湾有很多广东来的移民，他会发现，这个广东话跟客家话好像蛮像的。可是因为我们台湾绝大部分都是闽南的移民，所以会说，那照安客家话好像跟闽南话很像，其实就是某些用词是相似的，但是基本上还是客家话的系统。可以讲，喵，那个喵，喵就是那个关闭的，那个比较上扬的音，喵是我们姓李的。虽然通称是交通客位，但是不同的所在腔调也是有差别。不过这曾经是大西里地区很重要的地方语言，也对着时间的改变有了消失的危机。开上头一步，点一开，就就这头啊，啾啾。人比较担心的是，我个人觉得是少子化的影响。少子化使得我们可以学客语的学生变少。那当然也许长辈有凋零，可是相对而言这几年凋零的速度跟那个新生儿的速度来讲，相对而言新生儿比较少。语言差异，尤其是跟闽南语的闽南腔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是很多不好的，就是亏啊，因为人家都觉得他们很不友善。对啊，然后来电话接起来说，你在哪里，怎么讲？现在在交往客家村中，大多数也是以讲台语甲国语为主，会晓讲客语的，甚至是知影家己是客人的，拢已经真少了。这几年有一群人是真努力要将这语言来保存落去，不过效果真有限。大家好，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啦，因为。现在除了我们，学校在推广之外，也比较少数的家庭，真的还是有在坚持说在家里是讲客家话，但是这样的户数，真的是很少很少。一、二、三。因为不是主流的语言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也有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来学习。这面临消失语言的危机，交通客家区中的学校也只有尽力了。一百客属总会婚姻观分会在这今年年初成立，我们感觉说这母语消失了很紧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次主动就是在这四校来办这个小朋友讲客话的活动，大部分的家庭吼，伊拢认为讲啊，英语较重要啦，咱的客语也无法度考试，也无要考，所以因就讲阿妈啦，会当去，即个囡仔若有时间来遮学就遮遮学，若无伊拢去安静班，无去英语班去学去学英语，所以要塞这课是尽量塞啦，但是阮机会无通啊大，因为厝内拢袂晓讲。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那再来就是社区推动的一个能量不足，因为社区对整个客家的一个认同，或是说客家的一个文化的呈现上还是不足。也许现在有很多的客委会的活动，可是还是比较流于表面上的部分，比较没有办法深层在整个语言的传承在一块。一种母语的保存，也是需要深入社区和家庭中，才会当随时开嘴讲。语言的生命嘛会当延续，所以伫交往客家中真努力要来传承的客人，嘛希望中央会当重视因的心声。是我们客语教学啊，还有文史的人士也好，跟很多蛮有心的家长我们共同努力来维护我们这个非常
珍贵稀有的招安客的一个语言的保存。招安客甲族群如果无了语言，这客家文化除了外表以外，也阁存落来啥物，拢是大家真烦恼的问题。招安客没有了客语之后，他接下来很快就忘记自己是谁。